这是一个椰子，然后这是椰肉，然后呢，这是去过三亚的狗，这个也是去过三亚的狗，这个也是去过三亚的狗，这个呢，是没有去过三亚的狗。它不吃，所以见过世面和没有见过世面的，就是这样的区别。就不知道这好吃，你看它傻了，没办法，没见过世面。花牛，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三亚，好吧？别难过啊。